微信好，我是金公公。棒棒棒！这里一个寝室的美食街里面的一楼的超级大的房子，一楼的。哇，这个床好呢，挺好的床呢，新的，跑了，我韩国人开的床好，窗口那么大，一楼。哦，衣柜超级好的衣柜，衣柜有木头的，哇，衣柜好呀，木头的衣柜。哦，微波炉在这里，这边也是小窗口，窗口有呢，还有冰箱、空调，然后一个，啊，这个也新的呢，家有一个洗衣机、电磁炉子，微波炉没有，微波炉帮你配，哦，可以，微波炉帮你配，啊，这里有的，呀，房子很大，很好，挺不错的，卫生间里面进去看一下，卫生间也是小窗口，洗脸台、马桶。卫生间呢，很不错的卫生间。那么卫生间出来了，还要看一下这个东西个密码锁，鞋柜很大，哦，这个鞋柜很大，挺不错的小房子，真的好，位置好，还有小仓库，东西放的小仓库，房子这个东西放的小仓库，呀，它挺不错的房子。这样主连起来还要隔水隔一下，这边的情况呢，这边方向也可以。房子挺好，都是很新的，快点过来搞的。这个美食街里面的挺好的位置的房子的，我是金公公，上面都看一下。